大理寺城，狄仁杰在此。狄大人，我正要去找你。四千木荒，这位小兄弟应该还有话要说，对吧？姑娘莫急，小的有家传秘法，这就把他治好。各位上眼。人都死了，人都成那样，能救吗？这么严重，全知道。
一刻便可神清气爽。原来是变戏法，难道他会妖术不成？江湖郎中出来行走江湖，没有一两套障眼法，怎么赚眼球做生意？官府办案，让开！官府办案，让开！什么事儿？去看看。 我在长安当捕快这么多年，经手的命案无数，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死法。黄泉路，地狱花，莫非真的是天罚？这是谋杀！ 大理寺丞狄仁杰，原来是大理寺的人。死者是何人？死者是壁画作者苏道清的助手柳宁，一直在做壁画润色工作，今晨被发现死于乌鸦啄咬。狄大人为何说是谋杀？因为我从来不相信鬼神之说。死亡时间不超过一天。你又是何人？ 一女吕四娘，那墙角里那位呢？大理寺司职欧阳平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，欧阳平？你们来看这里的痕迹，应该曾经摆放过什么东西。这里，这凹槽明显是由重物挤压所形成的。 房梁上有清晰的手印脚印，以他们的大小和之间的间隔来看，凶手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，身体强壮，正值壮年。那乌鸦呢？这里无缘无故怎会有这么多乌鸦？乌鸦是人饲养，你饿它几天，别说人了，什么都吃。所以这并不是什么鬼神作乱，而是一起。 精心策划的杀人案，这是谋杀呢！这肯定是天罚呀！是要弄东西啊！安静！那凶手会是谁呢？地狱图今天才问世，可是凶手居然可以按照地狱图的内容去作案，这个问题恐怕要问一下地狱图的作者了，苏道清。 苏道清的，我家主人他刚才吓坏了，回房间去了。苏道清先生是我们长安有名的画家，其实早在5年前他还只是个寻常秀才，后来也不知得了什么际遇，闭关数月之后，画出了一幅神作，借由此画，平步青云被提拔入宫，成为宫廷的画师。前面是我家主人做壁画期间起居的地方。啊。 死者应该是在沐浴中被水中的毒液浸泡而死。这水有股强烈的酸味，应该是来自西域的奇毒。这种毒会让中毒者全身变成血疮，毒气攻心而亡。按理说是种极其痛苦的死法，可为什么死者脸上有一种满足的表情？ 哎，你们过来看看这个。
放心，调查清楚了，自然放你们走。调查什么？不是说是天罚吗？不是说是天罚吗？那个说法是啊，这人死状如此诡异，杀人的想必是地狱土里的勾魂使啊！是啊，杀人凶手是想嫁祸于鬼神，可惜做的不够干净。希望大家不要惊慌，更不要穿凿附会，乱传谣言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当发现尸体之后，有谁看到苏道清？我看到过。 我看到苏先生跟玉姬姑娘一起离开大殿的，他也挺厉害的，就他这么大嫌疑最大的人，有这么回事吗？当时苏先生惊吓过度，我要请他到钱堂拜佛去晦气，他不去，我便自己去了。钱堂的大和尚可以为我作证。 还有呢？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苏先生跟尤先生在一起，好像在争执些什么。我怎么知道他会做这种事儿？你不是说你可以处理好的吗？尤先生，尤文芝，他人呢？刚才看见的，人呢？司娘，快点去查一下尤文芝住哪里。 不会是先虚了吧？这太吓人了！有问题。什么样？一看就是谋杀，怎么可能不是谋杀？喂，你跟着我干嘛？谁跟着你？我在查案。这个案子我接手了，就是我狄仁杰的。我先接手。哎，你这个人，每一次都跟我抢的。狄大人。 查案这种事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。你这个人就是太宽厚了。这个案子你怎么看呢？四娘虽然才疏学浅，却也不信怪力乱神之术，总觉得凶手按照地狱图把现场做成压实地狱，是另有用意。没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鸦群着尸体之后，死因无法查验。 我想，凶手根本就是想掩盖他的杀人手法。只不过那个苏道清的死法，就有些奇怪了。先走吧。这就是尤文芝的家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所以说你是大理寺丞，而我是司职。 泥土还没干，说明是刚刚换下的。可是他把靴子留在这儿，人去哪儿了？阿江帕，这书里面所记载的，就是关于地狱十殿的景象。 从一殿最后审判，一直到十殿望乡转世，极善之人能跳过惩罚，直接到十殿投胎；而极恶之人，会经历八殿刑罚，然后直至罪灭。如果凶手是按照地狱图的内容去行凶的话，那么应该会有八名受害者，现在已经死了两个，那就是说。 接下来还会有六个受害者，那得先找到尤文芝。你干嘛？快追！留在大理寺。好，来。
愧是大名鼎鼎的狄仁杰。娑婆众生，欲念重重，万死万生，如是等辈，当堕无间地狱，求出无期。我用地狱里的刑罚来杀死他们，他们死后便不用再受那恶苦煎熬。我是在超度他们。凶手是街市上那个洗发师，是他陷害我的。那个会使用幻术的人。没错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尤文芝是死于地狱途中的沸腾底蕴，已经是第三个人了，他肯定会再杀人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没想到聪明绝顶的狄大人竟然落到了如此田地。是你？怎么看到我这个死刑犯还没死你又不开心了？想不想逃出大牢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和你做个交易。狄仁杰，本官奉大理寺卿之命前来提审你。当然。
当然。牌子该擦擦。哎。先别说话，我在狱中让你去查那个变戏法的宅邸，你查到没有啊？查到了，跟我来。啊，狄大人先换身便服吧。狄大人，就是这里。小心点，他会幻术。地狱十殿经中云，风邪毒蛇二月，皆是成不耻之罪的。那此人一定为人奸猾，贪财好色，所以才会受此酷刑。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？不会吧，这么臭你还能闻到香味？你没闻到吗？没钱了。狄仁杰，你袭击公差，抢劫工人财物，如今还擅闯民宅，意图不轨，我今日定要将你捉拿归案。三彩是凶手吗？他怎么也死了？根据地狱十殿经记载的内容来看，柳明他是死于压实地狱，苏道清死于脓血地狱，尤文之死于沸汤地狱，而三彩死于毒蛇地狱。如果三彩不是真正的凶手，那三彩为何要在我面前承认杀害之前的二人呢？如今三彩已死，所有的线索全断了。如今凶手没找到，又被那杨捕头堵了个正着，他肯定认为是你杀了三彩。三彩平时都跟哪些人有接触？他们这种人走街串巷的，接触的人非常复杂。我只知道很多人都喜欢他变的戏法，就连城中的贵人也经常邀请他们去表演戏法。看来追查死者这条路是走不通了。现在你俩一定会被全城通缉，当务之急是找个藏身之处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最危险的地方，那就是大理寺了。不，最安全的地方是慈恩寺。
欧阳大人，依下官初步判断，死者是毒蛇攻心而死，毒液导致尸体过度腐烂，无法知晓具体的死亡时间。腐烂程度很是严重，但从尸斑和尸体的僵硬程度来看，此人大概死了三天左右。三天？三天前正好是狄仁杰失踪那晚，看来这狄仁杰杀人嫌疑很大，逃狱至此定是企图销毁证物，而且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安世雄，那可是极危险的人。那一天的午夜，发现苏道清的尸体，有文之惨死，有毒蛇逃跑，狄仁杰。江谷大听令，夏文赞，全城通缉狄仁杰。下官领命。走。是是。地狱图全被毁了。大理寺卿说，地狱图是不祥之物，做了场法事就将其毁掉了。这些壁画是重要的证物啊，案子还没破，怎么能毁掉证物呢？狄大人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早点告诉我呀。那这里面是什么图啊？好像是另外一幅地狱图，拿着。人的相貌不就是柳明吗？苏道清，尤文之，还有三彩，他们的容貌都被画上去了，而且死法是相对的。难道说画的作者预言了所有死者？那不如说真正的凶手是这幅画的作者，他只是把自己想要杀的人提前画进了画里。这地狱图不是苏道清和柳明所画吗？如果是，他们就不会死了。所以剩下这四个人就是凶手接下来的目标。可长安城有数万人，我们总不能凭着这四人的画像一个一个去找吧？就他了，先从他入手。闵姑娘置办这身行头可真是煞费苦心呀。这里鱼龙混杂，还是稳妥些的。二位爷，这让您家太近了。今晚不行啊，改天啊，改天改天。小宁，
难怪你不让吕姑娘跟着一起来，这么多莺莺燕燕，眼都花了吗？别胡说，我让四娘跟着是怕她出危险。你确定那画中的女子就一定在平康坊？从她的相貌和打扮判断，画中的女子应该来自倭国，而来自倭国的艺妓都在这寻芳阁之中，并且她左脸有颗泪痣，应该不难找。二位官人，看着好面生啊，可是头一次到我们这寻芳阁来呀。正是，正是。我是这寻芳阁的席鸠薛玲珑，姑娘们呢都叫我薛姐姐。不知二位官人想找个什么样的姑娘？是这样的，有位大师说呀，我命中注定啊有一位红颜知己，左眼有颗泪痣，不知道这里。哎呀，官人，原来是想见我们都知姑娘金凤凰呀。你直说嘛，还拿大师说事儿，你也真懂。那位金凤凰左脸真的有颗泪痣？那是当然了，官人明知故问嘛。那我就要他。金姑娘的恩客个个来历不凡，最低也是节度使，而且金姑娘今日啊有恩客在房，二位官人呢还是另觅其他家里吧。啊，其实呢，哎呀，玉姬姑娘出来了。好眼光啊，我们玉姬姑娘也是不错的。那这位官人呢？我也要他。二位呢要一起宠幸玉姬，可是要加钱的。怎么样，还记得我吗？你是狄仁杰。哼，狄公啊，玉姬现在呢没有，已经没有什么恩客了，也没有什么钱财啊。有身上的这些首饰玲珑已经是玉姬最后的家当了，还有这些我已经……哎呀，不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要上。你要是再敢出声，我就把你的小细脖子给拧下了。金凤凰，他呀可是寻芳阁这两年的头牌，还当上了都知，这些日子被一个节度使重金包下，已经多日不见，一直在其闺房之中。当年啊我也当过几年的都知娘子，
那一时的风光无限，落魄的凤凰不如鸡，如今连口热茶都喝不上。姑娘这里好像比别处要冷。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冷，跟这人心似的，说凉就凉了。金凤凰是不是住你隔壁？是啊。又快我们一步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得离开。哎，小娘子，我们的事儿你要是敢说出去，你们两个把大门封上。大理寺办案，所有人一律不得离开，给我走。他们怎么来这么快？我们行踪暴露了。狄仁杰一定还在寻芳阁中，给我一个一个的找。开门，开门，快开门！怎么办？开门，快！给我打开！开门，快！没人啊，在哪儿？没有。玉姬姑娘，抱歉，抱歉。出去，出去。好好好。抱歉打扰了。等一下，玉姬姑娘，今夜是否见过可疑之人呢？
相比于中原女子，玉姬姑娘很是特别啊。欧阳大人啊，您这样盯着奴家，叫奴家如何沐浴啊？天气寒冷，玉姬姑娘不要泡得太久。先将尸体带回大理寺。是。哎，你说这些观察做什么事啊？多谢玉姬姑娘救命之恩，走吧。欧阳明，狄仁杰，你身为大理寺丞，知法犯法，残杀多人性命，还打伤官差，伙同安世雄越狱出逃，你该当何罪？哎，如果你真觉得我有罪的话，刚才已经动手抓我了。给我一个不抓你的理由。因为那四个受害者都是被人重手杀死，凶手之所以将凶案现场布置成地狱恶鬼杀人，就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致命伤。柳明胸前有利器所砍的伤痕，苏道清的脖颈之处有黑色指痕，还有那个三彩是被人先灌下蛇毒之后才被蛇群撕咬的。至于金凤凰，我在走廊上发现了明显的脚印，又在屋内发现了散落的消尸粉末，说明金凤凰是先被人杀死，然后放入浴盆中，利用消食遇水变冰造成冰封的。那尤文芝呢？我相信你在慈恩寺已经找到了系在琉璃灯上的牛筋绳。那如果真的是我做的，我何必费那么多周折去做机关呢？那你今日为何会在案发现场？那是因为我在慈恩寺的夹壁墙中找到一幅跟地狱图一模一样的图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所有受罪之人都被画上了相貌，包括金凤凰。所以我在暗图寻找，寻找将会被害的人。欧阳兄，你就给狄某几天的时间，我一定把真凶找出来，还自己一个清白，可以吗？留着防身，一切小心。等此案了结之后，你要亲自将安世雄送回大理寺大牢。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，刚刚金凤凰在隔壁洗澡的时候，你在不在这个房间？是啊，我一直在这个房间陪客人喝酒。客人是谁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因为杀死金凤凰的凶手是从这个房间过去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房间除了你还有谁？吴公子。吴公子。哎，客官客官，您二位吃饭还没给钱呢。我啊，给你给你。哎呀，好心人呀、啊哎！这位公子夫人，施舍几个发财钱吧，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，给点钱吧，给点钱吧。你干什么？我要钱，我要钱。我给，我给，别动。
别碰我啊！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你个吴林云，你这个废物，用我的钱施舍给臭乞丐，把我的钱收回来。夫人，废物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夫人，夫人，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看我那钱，哎呀，都给你。好像不太够啊，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就这些了。大家都知道你娶了个好老婆，你岳丈家富甲天下呀！你住口！你既然知道我岳父家有钱，这钱还能差你吗？我还能跑了不成？就这样，走了。地狱图书的那个胡人也出现了，你去盯着吴凌云。我们去跟着那个胡人来。姑娘，施舍点钱吧。原来这个胡人是个刻碑匠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干嘛？上车回府啊！自己回去吧你。回府。没多少时间了，这不可能啊！我们赶去现场还算及时，他应该没有吸入太多火场的毒烟。跟火场无关，他已身患不治之症，病入膏肓了。啊！不管怎么样，先把他弄醒再说吧。啊！吴凌云死了，有见到凶手行凶吗？打手经所致，被竹子铺的十几根竹子贯穿身体而死，是个意外。不是意外，他还是死于人与地狱，凶手仍在按照地狱图去杀人。就算是又如何，我们毫无凶手的线索，只剩下他是最后的希望了。慢点啊！你们是谁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兄弟，你先别紧张。这里是慈恩寺，你刻碑的作坊被烧毁了，是我们救了你。烧毁？
你的刻碑作坊出了什么事？我记得我正在雕刻着碑文，突然闻到一股香味儿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你跟吴凌云是何关系？他欠我钱，他这个人很喜欢逛青楼，四处欠债。大人，后来他娶了一个身家丰厚的夫人，还是我们王子介绍的。什么王子？就是咱们大唐的右卫卫将军阿加帕。这个阿加帕到底是什么人？阿加帕曾是波斯国的王子，波斯被灭国之后，阿加帕带同妹妹和幸存的千余名士兵来求助我大唐，派兵为其复国。他妹妹虞姬姑娘曾赐给我一本地狱十殿经，上面确实有她的印记。虞姬姑娘？你是说寻芳阁的虞姬姑娘？虞姬姑娘本来是西域的公主，自从跟王子殿下来到大唐之后，沉迷在了长安城纸醉金迷的浮世绘中，后来更是堕入青楼。那也真奇怪，那哥哥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妹妹去当妓女呢？将军当然很生气了，他曾为此事打闹过平康坊。虞姬姑娘被邀请到地狱图的揭幕典礼，想必苏道清、柳明、尤文之都是他的恩客。虞姬姑娘在做都知期间，确实同长安城的文人墨客尽皆交好，常有来往。吴凌云欺骗了虞姬感情，他又和金凤凰争夺都知之位，两人仇怨极深，所以作为将军的哥哥必定会先杀侄儿后快。那三彩呢？还有这个丑家伙。三彩多年前曾经是将军府的表演募兵，后来跟青州初开的虞姬公主交好，被将军发现，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将军府。而我一直爱慕着虞姬公主，因为私刻公主的画像被将军发现，杖责五十，被赶出了军营。军营？所以你曾经是？我曾是阿加帕将军的副将。看来得走一趟将军府了。点齐人马，明日一早随我去右卫卫将军府。是。禀报将军，门外有众多大理寺捕快，为首之人叫欧阳平，说要拜见将军。大理寺，地狱花，看来我们来对地方了。阿加帕果然与地狱图凶杀案有关。走。是。大理寺侄欧阳平见过右卫卫将军。大理寺来我将军府，不知有何公干呢？长安城近日发生多起凶杀案，不知将军可否听闻呢？你大理寺是想让我将军府帮你们拿人吗？非也，只是发现其中有些案件与将军府有关，想请阿加帕将军随我们回大理寺协助破案。协助破案？哼，就知道来者不善。我倒是想听听这跟我将军府有何干系，说得上来还则罢了，
倘若说不上来，你可知后果？这是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地狱十殿经，而每本经书上都有你阿加帕的印章。就凭这几枚印章，你就敢进我威卫将军府？你可知擅闯将军府与擅闯军营同罪？将军既然不敢跟我们回大理寺，就说明心中有愧。地狱突案必与你有关。小小的大理寺司职，竟敢如此污蔑朝廷命官，来人呐，给我杀了他！大理寺丞狄仁杰求见阿加帕将军，将军正与大理寺司职商议公务，不便见客。哦。原来欧阳平也在啊。是我，怎么是你啊？还是喜欢这么笨重的武器吗？就让我看看你这些年的进步如何吧。时候往后院去了。就这样杀了他的话，你就无法完成你的地狱图了。居高位者，只谋个人私利，
应当堕入灼头地狱。我这把正义镰刀，就如灼头地狱一般。我终于要完成我的地狱图了。你的地狱图？没错，他才是地狱图的原作者，地狱图系列杀人案的真正凶手李德龙。虽然我推测出了凶手的杀人动机是处于怜爱欲界，可是我忽略了这一切的源头，地狱图。一个那么执着要按照地狱图的方式去行凶的人，想必是一位偏执的艺术家。李德龙，你表面上是个刻碑匠，实则你是个丹青圣手，对吧？我想苏道清的神作也是出于你的手笔，被苏道清和柳明剽窃你的作品，你就以压尸和脓血地狱之法惩戒他们二人。其实早在五年前，苏先生还是个寻常秀才，后来也不知得了什么际遇，闭关数月之后画出一幅神作。而且你对玉姬也用情极深。我一直爱慕着玉姬公主，因为刺客公主的画像被赶出了军营。就这样，五个人的杀人动机就有了。你也伪装成受害者，同时也在受害者身边留下印有阿加帕印章的经文，好让我们去怀疑阿加帕就是凶手，伺机进入戒备森严的将军府，好让你杀掉这一个让玉姬堕入银窟的哥哥。果然是狄仁杰，不过现在为时已晚，我的地狱图只差最后两张就完成了。可是地狱图中的焦热地狱是惩戒你自己，你要如何完成？狄仁杰，你鼻子不是很灵吗？走，他要自焚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要回平康房了。玉姬，回家吧。自打我进入平康房那天起，我就不属于将军府了。玉姬，你自己带上还是我来帮你？狄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李德龙只不过是你的棋子，真正的幕后凶手就是你。我不太明白狄大人你的意思。虽然你的布局很精明，只不过还是被他出卖了。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我在小巷中见到的人会是三彩，他不是应该早就死了吗？
而且为什么每个受害人身边都有地狱花的香味？我才想到，我是中了地狱花的毒，产生了幻觉。我当时武断认为凶手就是三彩，所以我看到的人就变成了三彩。李德龙家并没有地狱花的香味，这点欧阳平已经帮我印证过了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金凤凰出事那天，你为了帮我躲过追捕，在浴盆上面撒了好多的花瓣，那些都是地狱花。而整个长安城只有这右威卫将军府才有这种西域来的毒花，而唯一能自由出入将军府的人就只有你。没想到啊，这么完美的杀人计划却因为我唯一一次救人而露出破绽，真是讽刺。为什么要杀他们？为什么？哪个女孩子甘愿堕落风尘啊？都是因为我哥哥，他复国心切。我从成年起就被他送到平康坊，作为他结交权贵的工具。稍有不顺，他就会到平康坊滋事。我过得人不人，鬼不鬼的。可笑的是，我习惯了，我习惯了当妓女。我恨他，我恨他入骨，我恨不得都杀了他。李德龙爱我爱得发了狂，他受不了我一直跟欺压剽窃他的那几个画师在一起。当他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之后，就扬言要杀了他。我想，你既然要杀，不如多杀几个好了。我就把平时伤害过我的人一个一个都划进他的地狱土里。本来以为让那个疯子动手不会有人怀疑，没想到遇到了你，狄仁杰。其实你知不知道，现在你才是真正完成了地狱图。完成？你心中充满怨恨，只看到了那八殿的惩戒，却忽略了第一殿和第十殿。你是说，你是那一殿的秦广王，是来审判我们这些孤魂野鬼的？不是，我说的是第十殿。当你哥哥断臂之后，你依然是同情他、照顾他。这就是第十殿，望乡。望乡。既然十殿望乡已过，你这个秦广王是不是也该押我去转世了？